下列哪些情形不能超车？是 A 前车正在转弯掉头超车的，这种不行。B 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的。C 前车为执行紧急任务的警车、消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救险车的。D 行经铁路道口、交叉路口、窄路、窄桥、弯道、陡坡、隧道、人行横道、市区交通流量大的路段等没有超车条件的，这是不可以超车。